小女的校园时学礼进入这毕业鼓舞的会场，就代表着各位同学小学的旅程已迈进了尾声。首先，我要代表全体毕业生的家长，由衷感谢这六年来学校师长细心的照顾，让我们的宝贝平安、健康、成长、茁壮。毕业不是在已结束，而是另一个生命春天的开始。在往后的日子里，各位同学依旧会持续的成长，心有多大，世界就有多宽广。命运不是偶然的，是你选择的。请聆听自己的心声，认识自己的兴趣，卸下你能力，好好抓牢每次的机会，把远大的梦想变成具体的目标，对的事就勇敢去做。会长将会很高兴地看到各位同学这个充满希望、永远逐梦、踏实、发掘潜能、开创未来人生的勇士，好加油吧！祝福大家，谢谢。Yeah.
除了特别邀请，以及国中的校长来到我们班级。
游泳车，六一。
校长，我们欢迎。